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白的生存实况。好。然后大家要注意到，我换了一个材质包，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Summers。因为评论上说，就是之前的材质包可能大家看到有点不太舒服，会导致一些恶心、想呕吐之类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在网络上找到了这一款。大家会比较觉得好看一点，因为就是比较熟悉一点的材质包，也就是 Summers 来做改变。那我们就也是一样继续冒险。干嘛去啊？对，我们东西全掉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重新冒险了。这次要重新冒险哪个部位呢？然后就是有评论者教我，就是说可以用水流的方式哦，可以利用水流的方式呢，在那边就是可以流下去，然后倒过来按右键就可以装备一个小小的泥土，然后我要赶快冲进去。哦，鬼地跑！天哪！现在才刚刚GG的我，又要遇到那可怕的东西。然后，我是不是因为换了一个材质包，感觉家里变好小？真的感觉变好小，怎么变那么小？丛林木，原来这是丛林木，真是。背包里面有石，什么东西都没了，天哪！又要从木头开始重新做了吗？这是有个悲剧的人生。好，缺点已经没了，然后我们再去做稿子挖石头吧，又来了，真的是蛮悲剧的。好可爱的木稿，好，开门看一下。哦，好多鼓励帕，天哪，我该如何是好？难道是我要用我的超猛技术来去驱赶那些怪物？好了，这里应该可以看得见他，人类后面吗？应该是在后面吧。哦，有看到，他在我的正下方。好了，现在想对策，第一个对策，跳过去；第二个对策，等下突袭他，所以我们要冲过去，然后打，把他打下去。三，嘿，哦，还没，他还没有到狙击的阶段，他这边开始慌张了。嘿，一拳，嘿，还没，再一拳，还没狙击，还没，他还没有狙。你想干嘛？走开，我的懒人步道。哦。可恶！我的懒人步道就这样子被坑的古力帕给毁了。没关系，不要难过，男儿，我们的步道还是可以再做的。没关系。他娘的！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欺负我的可爱步道？然后接着还是还有一只手，就是你。压死！我吓到了，好可怕！就这样一瞬间冲过来，那是什么速度？难道是就是所谓的 bug？ 可恨，吓死我了！真的吓到我了，好快！哇，太可怕了，我真的吓到了！可恶，游戏的延迟真的是有个莫名其妙，好像升级到就是版本比较新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这种状况。对，以之前是不会。就自己玩，然后不会有问题。但是这次好像强化了类似连线的系统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。但是应该是不影响，对啊。喂，什么东西？没事。我们的小麦也还没长好哎，我想要获得一些骨头，然后一样把它们快速长大。然后我们又有懒人步道要修理，真是有够麻烦。哎，它炸掉之后居然没有矿物了，真是也太衰了吧，衰到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没东西，我们可以持续我们的冒险。我接这边好像一只狙，对不对？哎，小狙嘞，小狙不见了。哦，我听到小狙狙的声音了，这边没有东西，下面呢也没有。好，确认完毕。关门。耶，收藏品，把它收进去。再来要合成石镐，可以挖一些更进阶的东西。然后再做一把石铲，外加一把石剑。OK， 好，基本配备都有了。好，睡觉。享受美好人生，看着阳光说一声，阳光在哪里？哦，看着阳，
阳光学生早安。好 ，OK， 我们的冒险开始。我们要挖一点，我们挖那个上面好了，我们还没有挖过那里，可能那边还有一些矿物。现在所有的矿物都非常的稀有，而且非常的需要，对，非常需求。我身边那边好像看到什么东西耶，那是什么？那个，哎，那铁是铁，找到铁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铁，找到铁在那边哦，终于耶，铁，终于，我找这里的目的是对的，可以得到超棒的铁。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木煤矿，对，煤矿，所以我们先去，哦，好高啊，差点一个不小心就冲下去了。好，再来我们去。找寻一下那个，哦，顿了一下，吓死我！找寻，我们连火把也没了，全都没了，真假的？我们太衰了吧？好吧，这是所谓的人生，从头开始的人生。这个游戏可能随时随地都让你GG。然后我们只好用脚去冒险了。要不然用什么？挖点泥土可以帮助我们攀岩。好，这是我想过最蠢的方法。食物，我想过去对面，就是那个地方。哦，好高哦！哎，哦天哪！哦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真的太可怕了。好 ，OK。用这种旋转的方式上去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蠢？但是我们也没有用了，没有别法了。要不然用一乘一？要不要？一乘一是非常非常没办法的时候才用的，要不然，所以我们就只好像这样一点一滴的旋转上升。那边好像还有座岛，有没有注意到？那边比较不太明显，我调整一下视野。点错了，不是语言。显示设定这个最近超远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在哦，那也太明显了吧？等一下，怎么还是看不到？哎，难道说那个距离还是不够？哎，我都已经设定成这样子，居然还看不到？选项显示设定，哦，刚刚显示出来，我刚好看到，但是它又不见了，管他的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其实还有一座岛。超隐秘的那座岛是拿来干嘛的？感觉是超隐秘的。真的之后哦，出来了，那座岛是地狱之环是吧？地狱之环，对，那边好像荧光石跟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。好，放弃。啊，算了，别放弃，勇往直前。金钱的钱，呜呜呜！好，冲啊！干脆每一个柱子我都像这样爬好了，旋转上升。要做成这样其实也很难诶，相信这作者一定做了很久。对，哎，哦，挖开了。要做成这样子的地图真的哦很难诶，真的，超佩服作者的厉害。敲，嘿，跳上来。哦，妈的！没都挖掉，应该够高了吧？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我只知道我现在也要非常努力的攀岩。哦，好像变成泥土了，太棒了！我可以这样直接上去，不用再麻烦了。哇，又是石头！难道说是我的运气太差了吗？我发现肚子好饿，好暗，我会不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？等一下，越暗，我该是否继续往前？我的命运告诉我挖到旁边的这个，等一下挖不掉，我以为这边会有那个类似光线的东西，看着应该是没有，那我们只好先回头了，要不然会直接GG。没关系，我们都已经挖成这样了，这样就算不错了。哦，好，走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，哎呀，还是没有长大，怎么办？你长快点好不好？用环呢你呀、啊，挖了不少石头，好多石头。
哦，什么声音？哦，好可怕，又是那个可怕的背景音效。我看到骷髅骑士嘞，在那个那边，我是否该与他对战？我 OK。然后，但前提是我先把东西全部放进去，这算是偷懒的方法。好，举起我的石剑，然后等我一下。好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展开杀喽！这个怎么多了两只古力帕？我现在去应该也不太好吧？你们说是不是？他来了！等一下，怎么那么多怪？要爆爆爆哦！没关系，这个地方让他破坏吧。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一个蜘蛛骑士，还是我看错？下去了。啊！等一下！算了，不管了，真的是一只GG，不要管他们，可爱的小动物。我们还是赶紧做自己的事吧。欸，我的石镐、木镐拿这几样就好了，剩下东西不要拿，要不然在外面GG了，其实也蛮悲，又在二度悲剧。然后我们现在先烧一点铁质的东东。我发现我铁质的东西好像剩没多少了。好，就决定烧你了，用三个就好了，看看可以烧多少。我们不要太多，三个就够了。好，我们用我们身上没有拿泥土回去拿泥土那个泥土来铺，来人不倒。你只能在晚上睡觉，为什么？有时候白天也可以睡啊，莫名其妙，在现实社会中，白天也可以睡啊。嘿，慢点，嘿，有了，好，慢慢的给它接下来。耶，嘿，接到这边来，耶，这样就好走。嘿，耶，好，完成，这样就完成了，把这里挖掉，好，这样就比较好走。对，然后我们上去去做要做什么？看看这个面墙壁倒过来的地方有没有矿？好像没有，也太难了吧？真的是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砍一些树，然后感觉上下重复，好像每一次都要重复做一件事情。六个，两个而已，就烧了六个铁锭。我不要那么多，我怕我聚聚之后又东西全没了，要开始悲剧了。好，我们赶紧去砍树，因为现在所需要的木头真的非常大量，所以 go。等等，哦，那是僵尸啊！安，等等，那边好像又……哎，算了，我想说那边可能会有一些矿物。Hello， 没有人吗？感觉上是没有。危险，这地方好像被我们挖掉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没有矿物了。走，虐待树的时间又来了，管它是什么树，反正我要定了。好，就从你开始。为什么每次要弄那么大的一棵树？然后他们不知道这样子很麻烦吗？像这种树，有些就是像这样子旋转上升，可以比较砍得比较干净，就像这样子，这样旋转上升。有时候你在自己玩生存的时候，你可以利用这个小小的技巧，不一定要用那些比较像是麻烦的，像一层一叠高高啊，然后再一个一个这样往下滑。对，你可以像这样子，这种四格的那种，类似像神木的，其实神木不对，神木比较大，神木还更大，所以可能这个方法不太适用。但是像这种四乘四的圆柱状的树，就可以像这样子喽。通常到顶端就有点难，因为它开始会有一些分叉的木头，就比较麻烦了。通常到就只能到这里啊，这样子到这里。
但至少可以多挖一点点。对，嘿，上升，然后就可以到达树的顶端，耶、yeah ！哦，掉下来什么东西？哦，叶子消失了，吓死我！这棵树好像不能完全砍掉，因为它太大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下去吧，从这里开始砍，这样子倒过来，一样可以得到它，但是不敢保证说它是完完全全干净啊，对，因为它木头还会再长出分叉，通常那种树都最讨厌，我还比较喜欢那种就一层一那种一根的树，一根一根的那比较好砍。好，剩下的就直接像这样砍掉就好了。然后我发觉怪物开始出现了，好，快砍干净，然后人快走。好了，您看路上就有一只僵尸要埋伏了，但是放心，我不会经过它的。古力帕，古力帕，古力帕，不要！等等，走那么多次怪物在我的懒人步道，你欠扁，你欠扁，你们两个都欠扁，下去，抢我！哦，大哥你好，大哥你今天过哦，哎哎哎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，妈的！是谁？啊啊啊！痛痛痛痛！下去下去下去！等等等等等！不行不行，又有只鬼怕。Oh my god！ 这次的生存东西又全没了。啊！奇怪，明明已经差那么多根火把了，啊！又开始爆了。我的东西又全没了啦！哦，那么辛苦砍那么多树，还好我没有包的铁拿去。啊，好吧，这次的生存又这样子又回到源头，真的是有点不太爽快。好吧，逼我使出绝招是吧？啊，我连我的路也都坏掉哦，我的木头没事哎，才怪，明明就有事，剩下没几个，剩下16个，明明砍那么多，剩下这么一点点。啊，好吧，难过的回到家，然后结束这次的 episode。放心，我们有铁，你看，叮，在这里，然后还有一些木头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 ，OK。好，那就是这样，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